请大家看你的微信怎么样。现在我来到 LI Mall 了，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吃饱了吗？早餐现在大概是十点左右吧了。 OK， 你们有没有东西看也不知道啊，我现在走着去哦。给你们知道里面的情景吗？ OK， 那边刚才我等下给你们知道，前面是真的。前面，刚才我走的后面，我只想给你知道啊。我是这样子的了，普通普通般的了，还能清洁气氛。给你们就知道了。